来吧，来示示范，没有皮卡丘，没有星矢的光队。你们小心，不要急着打死，因为你的西柚一定要跳起来。好，这个也开了。干，再怎么样也要硬拼一个全光，你知道吗？看他这伤害啊，没有皮卡的哦，一亿。一样用错开那个方法，好不好？一样用错开的。OK， 整板错开啊，然后你到下一回合整板锁定 的那一关，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完美叠珠。下一关只会有六颗被锁定而已。OK。那什么颜色？我看不太出来。是不是很轻松啊？火柱把它消掉。这回合我选择消三颗珠子，就算掉那个火珠也无所谓，除非三颗都火，那三颗都火珠被吃掉了，两颗的话我还是可以撑啊，没有差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手消全光了。OK 啦。抖音没有，你这边就自己，怎么讲？抖音没有是第四关比较难的。可是假设你有星矢，可以消整版，或者你用龙科，懂吗？我从头到尾龙科是没开的哦。然后这边掌握一个原则，注意一下，掌握一个原则，它的伤害给各位看一下，它是引爆光暗，一颗光自身攻击提升300点，所以我现在把全部的光都弄掉，听懂吗？把全部的光都弄掉。弄到几乎没有光，我要做确保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，可是我要做确保。旁边珠子会消掉，刚发生什么事啊？不对，至少要留三颗光哎。不用，不用留光，不用留光。好，没有，整板都没有光，这样累砸是最大伤害。OK， 这样累砸会是最大伤害。这边要打三亿，可是累砸只有一张卡，那我没有把握，我讲真的，我怕我没有把握，所以我还是开一下情况。
哎、欸，哦，光跟暗哦，刚暗柱没有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样我们错开它，因为只有累砸一张有伤害，有记得哦。OK 啦哦，哦，几乎整板消，我忘记了，忘记暗了，所以大家记得。暗的话也把它消掉，光暗都消掉，伤害才会最大。不过这样消法是没差的，因为我有那个第三只袁绍，袁绍可以帮他增伤，光应该一击必杀。190亿，我没看错了吧？这次应该没看错了吧？对吧？然后你刚说如果你没有抖 M 的话，对不对？是这一关会比较难打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要靠星矢或别张卡牌来做一个替补。不然就龙科转出大量的光柱也可以，啊，但是太细了，我就不特别再示范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样好像我到后来19亿啊，又看错了，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这次又看错了就对了，啊，理解理解，没关系，反正每次都看错，不差这一次了，好不好？多的看成少的，少的看成多的，是不是？我故意的，神战百姓对我来解释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好，左下全关哦。因为怕天降光柱把它消掉了。8000多万下去，2亿啊！那是谁啊？不要吵架，再吵架妈都编哦！我管你是谁啊！MOD。但我现在在转租，帮我处理。在朝边人哦，一样用刚才打法哦。等一下，这个准备帮，哎，不用捡 CD 了，全部都有了。好，先开项羽。新出，这个其实开关我觉得没什么差，这我觉得没有没有开关没什么，可是这只开关有差。嗯，好吧，还是关一下了。我刚刚应该点火柱会比较好。感觉还会继续看做伤害哦，那谁啊？巴西里，不要再吵了。那个是谁的？我都一样，我讲了。来，好了，一波七刷过去哦。这一只不是星矢，这一只是这一只，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它一定会转成光暗珠。开，这个先开。所以新珠这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袁绍，我来试一下这个伤害好不好？我想试一下一消的伤害多还是那个？可是，我想一下哦，我试试看。哎，我们来试试看，不开龙哥哦。不开龙哥，来喽！哦啦哦啦 ！K
KO， 哇哦！我想这是178亿，应该没看错吧？应该是178亿吧 ？OK OK。